第六就是法尘。这个法呀，种种的法，你要有所执着，这也是尘。所以俄罗汉对这个法尘也不着住，这是出果的俄罗汉，有这种的境界。说是啊，啊，某某人证了果了，得了道了，开了悟了，你试一试他，给他做一样最好吃的一种东西，再做一种啊最不好吃的那个东西啊，你看他选择哪一种吃。不过你不要被他知道，你要被他知道，他知道你是试验他，当然他啊，娇柔造作，就欢喜吃那个不好吃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他欢喜吃不好吃的东西，这也是啊，被这个相尘所转，啊，未尘所转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欢喜啊吃好东西，他知道你是试验他，他就故意吃这个不好吃的东西。就是叫娇柔造作，这样就是娇柔造作呢，就是一种啊假面具，不是真的啊。那么他要不为这个香尘和味尘所转呢，他没有什么选择，吃好的坏的一起吃，吃一点好的也吃一点坏的，来吧，没有分别。你这证明啊，这个修行人呢是有点功夫，但是一定说是啊证了出果，这还谈不到啊。证出果的圣人呢，那是有证据的。不是随便的，谁都可以说我证了果了，我开了悟了，啊，不是，不可以的，要出果。二果的恶罗汉呢，叫出果须陀洹，二果四陀含，四陀含呢？这个证了二果恶罗汉呢，如果不向前再去修去呢，还要依来天上，依生人间，这二果叫依来果啊。出果呢，就还要受七番的生死，二果呢是不依来，依来果。等二果，二果叫斯陀含，斯陀含呢是梵语，翻到中文呢就叫依来。这一生天上，依来人间，啊，这叫依来果。三果，三果叫恶罗含果，恶罗含也是梵语。翻译成中文呢就叫不来，就不再受生死了，这三果恶罗汉。初果叫见到位，二果三果叫修道位，这还要修呢。四果恶罗汉这叫无晓位，无晓啊，就是不需要再
消息了，没消了。无消，正到无消位，就是啊，生死是了。什么生死了了呢？这个分段的生死了了。可是啊，这个变异生死它还没有了。这有两种的死，一种就是分段生死，一种就是变异生死。分段就是啊，什么叫分段生死呢？就是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啊，每一份都有它的段落，就是这个身体呀，这叫分段身，这叫分段生死。变异生死呢，就是在你的心念里边呢，啊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后念灭，后念又生。这生灭生灭变异生死，这个恶罗汉呢，这个变异的生死还没有了啊，要到达菩萨的境界上，菩萨的地位上，哎呀，这个变异生死才会了了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恶罗汉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正到四果恶罗汉，他的神通变化就有一种不可思议微妙难言的境界。他所有的神通和外道的神通是完全不同的，他有五眼，有六通，他可以拥身虚空啊，这么一跳就跳到虚空里头，在空虚空里边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他可以站到虚空里，又可以在虚空里走路啊，在虚空里走路，在虚空里他可以呀、啊，打跟斗，头向下，脚向上，啊，他的身上边可以出火，下边可以出水。身上边出水，身下边又出火，飞腾变化那么总的名称呢，有十八种，十八变，虚空里头它可以有十八变，因为它有神通的关系，所以在佛教里他就列入这个四圣之内。四圣就是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这个四法界的四圣。以前有一个罗汉，他收了一个徒弟，他
他带着他徒弟呀、去走路，他这个徒弟呀、走路上啊背着这个一担行李，就想啊，行菩萨道是最妙的，是最好的，我一定要发心行菩萨道，来呀、帮助一切众生。徒弟这样想，这个罗汉呢就知道说啊，他现在发菩萨心了，我现在是个罗汉，我应该呀负担呢这个行李，背着行李走了，叫他啊减轻他的负担。那么就像这个徒弟把这个衣单就所拿的东西啊，说你交给我了，我来背着这个衣单了，背着这个东西，这个徒弟就交给师傅了，交给师傅走了走，就想啊，舍利弗行菩萨道，就遇到有人向他来画眼睛，画了左眼，又说不对，原来是右眼，啊，这个菩萨道啊，是不容易行的，我都不要行菩萨道啊，也修这个，罗汉，这种法呀、自己是帮助自己好了，不管了。他这个师傅这个罗汉一看啊、他又本来他回小向大，现在呢他又回大向小了，啊，又开倒车了，向后转了，啊，于是乎说啊，这个东西还要你背着了啊，我不能拿着这个东西了。他徒弟呀就接过来，接过来背着走走啊，啊，他这个菩萨心又发起了，又回小向大了。这个罗汉啊，又和他要一担。我这个徒弟就说啊，你这个又要背。等一等，你又交给我，现在你又要拿回去，这为什么你这样子？你不怕麻烦吗？我背着好好的，你又要啊？这个罗汉就说：“哎，你呀，走路你先呢，发了菩萨心，回小向大，所以这个衣单的东西，我是个行罗汉法的，我应该自己拿着。”那么等一等，你又回大向小了，又要啊修这个不行菩萨道了，又要修罗汉法，所以呀、我把这个衣单又应该啊交给你，现在你又发了大心，我又应该呀、我来负担这个衣单。这个徒弟一听，哦，这个师傅真是有点来历，于是乎啊，就发菩萨心行菩萨道了。这个罗汉呢，他是有神通，有神通啊，他这种神通啊，是无入而不自得呀。在恶难呢劫济经藏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啊这个漏尽通，没有证的四果，没有证四果，在劫济经藏的人呢
大家开会先要讲明了，都要证得四果恶罗汉才可以参加这个结寂经藏的法会啊。所以若男证到三果上没有证到四果，人家就把他放到门外边，不准他进来，他就着急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所有佛所说的这个经典我都记得，现在我没有证得四果恶罗汉，也不能参加这个结寂经藏的法会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就着急了。在这一着急的时间呢，但是不是发脾气，着急啊，着急急得不得了。这一着急的时候，哦，证了四果恶罗汉了。若男呢，证了四果恶罗汉，就对大家说讲，说我现在证了四果了，你可以开个门叫我进来了。这些个大恶罗汉在里边说，啊，你证了四果恶罗汉，何必又开门才能进得来呢？你在那个锁匙的那窟窿里就钻进来了吗？安管这样一说，他哦，我是可以进去的，不要开门就可以进去。于是乎就进到门里来了。啊，你看，这个不要证恶罗汉的人呢，他要进来不要开门的，又要开门才可以进得来呀。他说他证恶罗汉，那你就证明他是讲大话，是说假话，撒妄语，啊。哎呀，这个恶男结寂经藏啊的时候被人家关到门外边一次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这恶罗汉呢，哎，证得四果恶罗汉才能啊诸漏已尽啊，诸漏啊，诸漏，这个诸漏啊不是一种漏啊，有多少种呢？啊，多少种，往多了说有八万四千种，有八万四千烦恼就有八万四千的漏，那个烦恼就是漏。你愿意生烦恼吗？那就是向下漏呢，漏到什么地方去？漏到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那边来。所有一切的毛病都叫漏，都叫漏。所有你的这种欲心，这都叫漏。你欢喜吃好东西，这是漏。你欢喜听好声音，这是漏。你欢喜住好房子，这是漏。你欢喜睡一个好床铺，这是漏。啊，你所愿意的，你所贪的，这都叫漏。你所放不下的，这都叫漏。你看这有多少，你放不下的东西有多少，这些个漏啊，就好像啊在一个瓶子里头，底下有个窟窿，你装水装多少漏多少啊，装多少漏多少，把你这个
是功德不能存住的。你做了什么功德，做了一点功德，它就漏了一点，就漏出去。你做多少漏多少啊，存保持不住啊。咱们这个人的身体，这叫有漏的身体啊。眼睛也是漏，耳头也是漏，鼻子也是漏，头也是漏啊，大小便利，这都叫漏。你心里头打妄想，这都叫漏。这个诸漏，诸漏是太多了，数不尽那么多，总且来说八万四千呢。哎，那不止八万四千那么多呢。这诸漏，诸漏就是所有你大的习气，小的习气，大的毛病，小的毛病，一切的怪习气、坏习气、习气啊，这都叫漏啊。再说前进一点，你欢喜抽烟，这是漏；欢喜喝酒，这是漏啊；欢喜赌钱，这是漏；欢喜去找女人，这是漏啊。女人欢喜找男人，这一样也是漏，不是说男人有漏啊，女人就不算，女人漏的更多啊。再说明显一点啊，你保持不住你的精气神，这都叫漏，就漏了啊。女人到每一个月就有她的月信来，这也叫漏啊。男女这个根不能停止这个淫欲心，这叫最大的漏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漏是太多了。可是这个恶罗汉呢，诸漏已尽，尽就是了了，没有了。这个已尽呢，并不是说漏尽了，而是没有漏了啊。所以呀、啊、你要看经文呢，要特别清楚这个地方，不是说啊漏没有了，这个叫尽了啊，东西漏尽了没了，这叫漏尽，不是的，根本就没有漏了，根本就不漏了，这叫漏尽，不漏了，没有漏了啊，这才叫漏尽。所谓那个漏尽通啊，这个正的四果阿罗汉呢，才能这个得到漏尽通。你没有正到四果阿罗汉呢，是得不到漏尽通。这个漏尽通，漏尽通呢，就是诸漏已尽。现在这些个一万二千这大阿罗汉、大比丘众啊，都是诸漏已尽了，没有一点毛病了，这些个都是圣人了。无福烦恼在得体力尽诸有解，心得自在。这一些个大恶罗汉、大比丘，已经得到漏尽通。
因为得道漏尽通，所以就没有烦恼了。如果不得道漏尽通，这个烦恼还会有的。所以说无福，无福啊，就是不会再有烦恼了。他呀、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了，他生死得了了，所以我们有烦恼。那么这个烦恼啊，究竟有多少呢？总体来说有84000种这么多的烦恼。那么84000种烦恼啊，就是太多了，咱们再把它收回来，总起来就是一个无明。这一些个烦恼都是从这个无明生出来的。那么无明啊生出来的烦恼啊，在有三种的烦恼是什么呢？这三种的烦恼又叫三毒，三种的毒药。这三种的毒药把俺们所有的人的佛性都给盖住。俺们由无始到现在，所以没有成佛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这三种的烦恼，有这三毒。这三毒啊，把俺们毒的醉生梦死，总也不能返本还原，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。这三毒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贪，第二就是嗔，第三就是痴。讲起这个贪心来，是贪而无厌。无论什么都希望多一点、希望把人家的物质贪为己有。这个贪呢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贪，在国家就有国家的贪，在个人就有个人的贪、在国家这些个当政的总想啊
吞并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土地啊，这是国家的他，个人的他呢啊，贪一切的财产，一间房子不够就想买两间，两间不够又想买三间，三间又不够又想造一个啊摩天大厦，惊奇好意，总想胜过其他的人。你看啊，我呀所有的财产比任何人都多，可是啊比任何人的都多，但是这个生命也没有保持得住，你钱再多也不能啊把这个生死停止了。买像阎王爷啊去行一点贿赂，使令你啊永远都不死，不可能。那么这个贪心呢、啊、被人知把人呢、啊、毒的，本来很聪明的人变成糊涂，本来是一个好人，把这个贪毒啊给毒的也就走到坏的路上去，这是贪嗔啊。这个嗔心也不容易把它星星之火烧去功德之灵啊，千日打柴一火焚，你这个人做功德做得很大的功德，可是你有的时候啊一发起脾气来，把你这功德就给烧了去了。这个你怎么叫供养三宝呢？你面上没有一种嗔恨的心，这就是供养三宝。所谓面上无嗔供养具，就你对佛呀欢欢喜喜的，这也就等于你供养佛了。你要供养佛供养三宝啊，把面孔板起来，发很大的脾气，就你供佛呀这个再好的供养佛呀也不会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嗯、啊，你这个发脾气来供养佛，所以佛是不会接受的。口里无尘吐妙香，这口里头啊你要没有嗔恨的这个言语，就是不骂人，这就等于啊有一股香气出来。心里无尘是珍宝，这心里再没有嗔恨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。这个嗔心想起来啊是很不容易啊把它降服的。那个金刚经上说，
降伏其心，也就是降伏啊这个烦恼，也就是降伏这个妄想，嗔那么嗔和贪这很容易啊人的犯，但是啊也很容易发酵的，唯独这个痴心就是在里边的啊，不容易露出来。痴就是愚痴，愚痴就是认理不清，认一切的事理不清楚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讲黑做白是讲白做黑，这种痴心的人我常常讲，讲了好几次啊，他有一种妄想心，妄想什么呢？他想啊，豪华常令朝朝艳，这花开花谢是万物的一种自然的生命一种道理，他欢喜这个花，他就想哦，这个花呀要天天都开得这么鲜艳，开得这么美满，说多好呢，我天天都可以看着花，明月何妨夜夜圆啊，他想啊这个明月欢喜赏月啊，这个月光啊，八月十五这个月光圆了有这么亮，你说要是每天晚间都有这么圆的月光，都有这么光明的这个月亮，这有多好，我每天晚间我可以赏月啊，怎么到时候这个月它又不圆了，也没有光明了啊，真是讨厌啊。可是你说怎么样啊，欢喜赏月的人愿意这个月光是圆的是亮的，那个做偷东西的人呢，他的心里就不同了，他就想啊，我今天呢想去偷东西去，可惜这个月光这么亮，令我呀也没有地方躲藏，他也认为是讨厌啊，他想啊这个黑没有月光，那么欢喜赏月的人呢就欢喜月光啊，这是这个月。好喝酒的人呢就想了啊，现在我喝酒就用钱来买，买酒了也有钱才可以买醉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江河湖海所有的水要都变成酒啊，那可就方便了，我也不用钱，想喝的时候到那儿取来就饮就可以喝，这也是一个愚痴的妄想。那贪财的人呢
要做工去赚钱，他晓得会很辛苦才能赚了钱。他说啊，这天地生所生的这个树啊，这个树每一个树的树叶子都可以作为天然的钱，我如果用钱的时候就到那儿去，到树上去摘去，这多方便。这也是一种愚痴的想法，根本就没有啊可能这些个问题，不可能。但是他要这样想，我以前也讲过啊，好像没有读过书的人呢就想得到博士的学位，没有种田的人呢到时候就想收谷啊，这也是一种愚痴的行为。你也没有修行啊就想要成佛，你说这是愚痴到极点了啊。你也没有连修行皈依三宝都没有经过这种手续就想成佛啊，岂有此理。这就是啊啊，每一个人这三毒啊啊，竟他们呢三个把每一个人呢都支配的颠颠倒倒，糊里糊涂的，脑筋也不清楚啊，智慧也都不现前。那么怎么样子才可以呢？就要不生贪心，不生嗔心，不生痴心，要熄灭这个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。谈到这个戒定慧，什么又叫戒，什么叫做慧，什么又叫定。这个戒就是止恶防非，就是治你的贪心，贪心就会生出一种恶念去贪不应得的这种的财物。为什么生出这种的贪心？就因为不懂这个戒，这个戒就是止恶防非啊，叫你啊知足知止，不要妄贪，这是戒。你知道手持这个戒律，就把贪心给打败了，战胜了这个贪心。定就是要有定力，你要没有定力就会有嗔心，
看人也不对，看事也不对，有什么事也认为不对，所有的一切人都看得不对，也没有人也没有事，自己看自己也不对，自己对自己呀就发起脾气啊，甚至于像某某人呢，自己对自己呀发脾气还不算，自己呀就打自己，左一个嘴巴打这个啊，他自己想了，哦，这边这个嘴巴 也要打一下，估计他就会吃醋了啊，吃醋。什么叫吃醋呢？这是啊，中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公案。怎么有趣的公案呢？就是啊，在清朝有一个皇帝，这个皇帝呢有一个大臣，这个大臣怎么样呢？最怕老婆，怕老婆啊，怕他太太，怕得很厉害的啊。怎么样厉害法呢？晚间呢回去一晚了，他就叫他在床前跪着啊。他本来去做大臣呢，见了皇帝啊，就要叩头跪着见皇帝啊，回去晚了要跪他，跪他太太啊。他太太什么时候啊说你起来了啊，这他才敢起来，要不下这个圣旨啊，不讲这一句话始终不准他起来的。那所以啊，他和这个皇帝非常之好的，非常之好，这个大臣呢，于是乎就告诉这个皇帝，皇帝说我有法子啊，我可以治你的太太，以后不管你的。大臣说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你不要问，等我一定有法子啊，我管帮你管一管你的太太。于是乎啊，这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，要选这个大臣的太太到宫里去。这个母老虎啊，好像老虎一样，他这个太太就到宫里去了。皇帝就对他讲说，你呀，为什么你的丈夫回去晚一点，你就叫他跪这个在床前跪着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况且他没有和其他的女人有这个不清楚的事情，就赢你有你也不应该管他。你以后如果能改过的话，那么不管你的丈夫啊，是没有事，我现在赦你无罪。你以后还要管你的丈夫啊，不给他自由啊，那我这儿有一碗毒药，这一碗毒药你要把它喝了啊，我就叫你死。你如果欢喜不管你的丈夫，你就不要喝这碗毒药，你要还要管你的丈夫的话，那就要把他喝了，喝了完了你就一定死的。这个女人你说真是勇气呀，十足的勇气，非常的勇敢，说那好了，我愿意就现在死在你的面前。于是乎拿起这一碗毒药喝了。原来这一碗呢并不是毒药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碗醋，对吧？vinegar，
处。那么这个皇帝啊，故意就是说这个一碗醋就是毒药，那么看看他敢不敢喝这个毒药。那么这个女人呢特别勇敢，拿起就喝了，不加思索就喝了，她就愿意死，愿可死也不愿意不管丈夫。所以由此之后呢，中国就留下这一个公案呢，说是喝醋啊。这喝醋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太太要管丈夫，管得特别厉害，她就是认可死她也不放弃她的丈夫，一定要管的。结果呢，这个幸亏是一碗醋啊，喝到肚里头不过酸溜溜的那个酸一阵而已啊，并没有生命的危险。那么有脾气的人，他自己呀，没有旁人呢，他自己对自己过不去，自己打自己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这个脾气太大了，没有旁人好打，就打自己。那么为什么打自己呢？就因为他没有定力，他有定力就不会自己打自己了。所以呀，要修定啊。修定的人呢，有定力了，就不会有这个嗔心了。为什么你有嗔心有脾气那么大的火？就因为你没有定力。这是定。那么慧，为什么你愚痴啊？就因为你没有智慧嘛，没有智慧所以就是愚痴了啊。一天到晚就打妄想，一天到晚就把这个心呢 啊支配的不得休息。就因为没有智慧，什么事情认不清楚。有智慧的人，事来在迎，事去在静，什么事情来了我就应付他，把这个事情做过去。事情去了没有事情啊，就叫这个心呢休息啊，不要总支配他，心为形役，不要这个心呢总做这个身体的奴隶啊，这个心总做这个身体的工人。为什么心为形役，这个心就做身的一个奴隶？就因为你没有智慧，不能支配这个身体啊，而被这个身体来支配。你要有真正的智慧，一切的事情来了迎刃而解，就好像拿一把快刀似的，你无论什么事情来了，这个快刀这个刃太锋利了，它就挡不住了，这就迎刃而解，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俺们学佛法的人对一切的事情要认清楚，今天我听果章叫一切的叫他们学中文啊，说我不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是最愚痴的，你要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有智慧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真是格言，真是讲的最很有道理的话。俺们有智慧的人就不会愚痴，愚痴的人就没有智慧。我再告诉你一句真话，那个愚痴啊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那这一讲可把我讲的糊涂了，愚痴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愚痴，那为什么还要学智慧又啊
不要这个鱼池呢，我这个说呀，说法，你不要把它又笼统起来啊。我说的这个鱼池的本体就可以变成智慧，不是说离开这个鱼池而另外去找智慧。这个智慧本来就在你这个鱼池里边呢，你没有能会用它。你要会用它就是智慧，不会用就是鱼池啊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定也就是嗔，嗔也就是定。你真要是想要有定了，就是在这个嗔就可以变成定力啊。你真要想持戒，就是在这个贪上也就会变成这个戒，不是向外去找去的。这些个都是在你自己自性里边，你会利用它就是戒定慧，你不会用它就是贪嗔痴啊。妙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不明白也就在这个地方啊。待得己利，这个待呀，积自己，这当个道自己。哪一个道呢？就是俺们到什么地方已经到了，这个道。那么现在呀，这个经文上说待得己利，就是啊，到得到他自己那个利益的程度上了。怎么得到他自己的利益呢？前边已经告诉你，是吧？诸漏已尽，无福烦恼。俺们人为什么不得到自己的利益？就因为随得随失的漏出去了。那么现在没有一切的漏了，又没有烦恼了，这时候啊，才得到自己真正的利益。